好，来继续来看南投有不少的部落，在这个日月潭管理处，在这个林业试验所等等公家机关的辅导之下，用在地食物开发到香薰的产业已经有小小的成就，所以这个日月潭管理处特别来举办着香薰产业联的研讨会，要让这个香薰的产业升级推广到全世界。